那谁在互打？直接收割，我跟安静吧，不要吧，这很渔翁得利啊！我跟杰克超多分，35，我没有办法，前后都是人，不然我就拿着40分就。哇，你是40分哦？对，我是拿40，因为我有找到钥匙。哇塞，好多！可是我前面也是，后面也是。哦，对，因为他鬼会获得的分数是一半的。对，所以也就对啊，米米里是44分呢、欸，45分，45分，米米里，我有点想活下来，因为黄队比较肥，米米里，我也是很肥啊，黄队比较肥，吃这么多跑不动了，米米里，啊，到处都是鬼呀、啊，被当棒球一样打，刺激刺激，好玩好玩。逃过第一区被三个打的总部吐血流，所以因为鬼是获得一半打的，欸、你看两队是各100分，那鬼是获得一半的分数，所以鬼灭一队也只有50分，所以他一定要灭一队以上。刺激，下次再来。蛮有趣的，但是往内互打这可能要讲一下。但也是一个趣味啦，嗯。那我们先换新的版本，推人可以啊，推人，推人跟打人其实都差不多痛。什么很大声？我很大声吗？还是很小声啊？还好，正常，还好，还好，那应该 OK， 就是还好，应该不会听起来很远。不会不会不会啊不会，还没。OK。感谢。被打飞的时候就会很远，跟我一样。真急飞，不离飞走。那记得开麦就好。那个道具，人打人，人打人，那分数怎么算啊？刚刚没有这样子打出来，所以也不确定。你会把人家打死拿他的1.19.3，应该是不会掠夺吧？不行，不可以这样吧？刚刚看到哈基一滴，我以为会被他会被打倒。他就跑掉啦，掠夺就是霸凌，差一点点啊！就差一点，你看你们就想打，不是？那就鬼就等到他们全打完再去收割就好了。对，全部残血再跟我讲音。来，现在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你开始你们的表演，我在旁边吃爆米花。你们新增道具，然后可以打鬼，让鬼回到那区的重生点之类的。哇，这太过分了！新增道具一次用一次这样子，感觉可以在分队的上面。那鬼会被霸凌哎？不会，刚刚其实都是鬼赢哎。一次哦。对啊，被霸凌只是4次吗？4次。只是那一区的啊，比方说你在最终区，他也是回到最终区的开始。哦。那好像可以想看看，然后可能到最终区最后门开的时候，那个道具就要没收。啊，哎、欸，不用没收啊，因为有那个一级必杀技，赌谁先打到。对，因为毕竟你一级才一次啊，如果他们都囤到最后，好嘞，交给作者去想想。那对，那这个道具可以打其他队的这样子，或者是打把他传走。你给我去第一圈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，走开。有快要终点，你给我回去。玩玩这个是挖掘躲猫猫，它的游戏的玩法呢，就是等一下我们都会在先原始的啊石头里面，那你所要跑的路都是要靠自己挖掘，懂吗？对，你就自己挖掘出自己的道路，那你要记得就是后面也要把它堵起来，不然鬼都可以直接找到你。对，所以就是努力挖出一条通道，然后把后路堵起来。那如果鬼在你的附近的话，你会有咚咚咚咚的心跳声。心跳越大，就代表鬼越近，所以就可以感受一下，好吗？那没错，它还有新的地图啊。那我们干脆就直接先来看看啊，球。球啊，适合16人，感觉都是原本是方形，然后变成球状。像最底下就算超窄，
会，不会，他旁边有鸡眼，对，哦。然后婉婉可以来这里选生存者会有技能啊，你就选逃避，哦，有很多逃 避，啊，逃避最简单，就是你使用技能你会有短暂的无敌跟加速，可以直接高歌离席，哦，好不好？哦，OK， 好用好用，没错，最好用的渔夫，现战的，那就来牺牲是什么概念啊？它中间有书啊，你可以看看，哦哦，我去看一下哪里有书，欸，这个啊，这样，这个技能那里，技能书玩玩这边，这边，哦哦哦哦，对，错过了。那我们就来塞一个鬼哦。好，好，看我一个我，再一个麻衣，我带走。我麻衣哈记，三个鬼啊！三个鬼吗？我们上次也都三个鬼啊。很嗨耶！可以啊，我们的那个技能有条，嗯。麻衣，哎，跳进红色，麻衣跑掉了，跑掉了。那我们的技能就只有那个出鞘啊，发光也只有一次哦。好，很好，发光、速决、牵魂线、牵魂线，然后跟灵魂出鞘有三次。那是土司喵，土司喵，然后自己要跳，嗯，后来进来的自己跳。跳哪里？这里这里这里，蓝色，啊，来了来了，欸，还有人没到吗？没有，哎，没到的举手，没到的举手，没到的先举手。画先画先，那就来准备咯。走，蚂蚁有没有选技能了，啊，看你要选哪一个鬼技能都可以，然后还有新的，欸，万恶资源，我选看看是什么，看看什么推荐，听起来很厉害，万恶之源，就这四个啊，这四个可以每三十秒锁定一个玩家，对他释放四命级，也就是他会发光十秒，好强哦！哦，而且他会短暂的失去视觉，可是他也有加速跟发觉加速，就是我会让你们发光，但你们同时失明，而且挖掘加速，速度加速的逃跑。试试看就知道了，来啦，神秘，好，至少婉婉不会是第一个倒下的，我们是走起，走哟，走，有没有婉婉赶快挖走，赶快挖走，哦，会跟着人家走，直接直接挖，对对对，哦，好多人好多人，哦 ，OK，嗯，或跟人家走也可以，看他会不会带你到天堂。感受一下哦，我把屁股记得埋起来，很危险。最后不用埋啦，欸，啊，对，婉婉要也要尽量挖哦，你挖越多的话，你的稿子也会升级。哦，没事，好大，哎呀，啊，哎，挖怎么怎么都快，麼麼快啊，太快了吧！我想说再挥个几下而已，好可怕。I'm sorry， 这个的鬼米米里技能用了，用光米米里，啊，我已经要砍死你了，米米里技能用光。你怎么在这？技能用光，把你的技能都交出来。我要怎么用？好好，也不是，欸，我看到你有金苹果，哦，交出来。这叫你交出来，你还要要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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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！太可爱了！哇，欸，所以我们攻击力很高，哎，欸，我只是砍个两下，然后就没了。是谁？我直接死了。I am so 哦，所以哎，欸，他旁边变成好，欸，对，有人哇一下就到边边了呢。可是他写说这地图是比较大，欸，他球形，所以可能我们刚好挖到比较偏下面或上面的地方。他初始的点不是球的正中心哦。不要看了，阿纪害羞。哎，我们牵魂线也都直接用哦。我牵魂线刚放地板，你不见了。有有有，没有？他会就是会给你一个光，交出你所有的。哦，哎，到底了。你来这里不对呢。
地毯在地上，被你捡走了。好，哪里有人从我身边？你很有嗅觉，受不了你哦！不是好大碗，我传到这里，还有金苹果可以吃，怎么那么好？我东西都丢出来给你捡走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赶快跑！我整路都超大声，我随时都有心跳，我怎么一直跑不掉？哎，你怎么一下就没了？啊，我刚在上面已经被打残血了。哎，明明你第二次了，砍他，砍他！好了啦，超大声！哈，跳停不下来呢，心脏跳很快。哎呦，好恐怖！我玩到鬼，这下有趣了。我瞎的，他的地图好像比那个经典的还小。干嘛了？这个我也觉得这个交出来。那么前面好像没关系，这里还有一个。这是球哎！你要捕捉谁？刻板。哎呀！哦，你什么声音？秃头，秃头，你掉下来。我突然掉下去、欸啊，因为我跟你的中间好像会轻一点路。哇，他这只好像有点强哎、欸。我跟你是垂直的。嗯。我就被你轰下来了。我剩下两个人。那么快？那么快？太快了吧！有有，哈基在你上面，哈基在你上面。哈基，你往上一点哦，我再帮你看一次、哦，哈基。好，在我上面。对，在你上面，直直往上 ，OK。哎呦呦，发光！哦，哎耶！啊！看到那是那个是那个是那个，好上面，他在上面。速决？难哦！速决！速决！好快啊！这也太快了！他怎么用？怎么用？哦！大部分都是右键呐、啊，嗯，啊，少部分有是要 Q 出来的。后面，后面，后面那边。发光发光，在底下，在底下，土司喵，居然是他！好扯，他不爱了。他跑到上面，他跑到上面，他跑到上面，他失明，他失明。真的好强哦！哎呦，他已经变阿巴阿巴了，怎么办？他失明掉下去了，他失明掉下去了。哇，所以鬼其实这个还蛮强的，感觉不用再三人了。嗯、他可以直接挖一个直直通道过去、欸。对，好狠，而且重点是有那个发光，其实就蛮强的。嗯，我在看了、哦哦，他在最角落，那个球的应该是哪一面啊？球的角落，球的角落在什么方位的？球的角落，球的角落，点亮，点亮，点亮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好了，好了啦，太狠了，太扯了。圆心半径六个内，哇、欸，真的是圆的耶！啊，他的球好像比原本的方向还小。对，哦，他写说大小都是中啦，对，所以可能大小是一样，只因为是球嘛，所以他的边边就比较很难玩。对，他很窄，很窄，好窄。我这不验道具是按 Q 没错吧？有些是 Q， 有些是 Q， 有些是右键。有些 Q， 有些右键。对，只有那个啦，传送我记得好像是 Q， 传送 Q 出来。对，其他都是右键。没错。啊。那看看会不会更大一点的哦。废弃矿场。啊、嗯，那等一下鬼就只能两个哦。好。杰克。阿纪。杰克小雨，哇，小雨又一个人、啊，小杰，小杰嘛子嘛，那你们可以一个人去选那个，要你要选哪一个？太强了，让我看看，让你看看，你要玩刚刚那个，我比较想要玩那个饥饿的就好了，饥渴，哦，你要饥渴。那给你们娃娃二次元，给你们多一个发光哦，有两个发光可以用哦，赞哦，很强的哦，有刚玩完活很久了，加油！那就准备，我还没调设定，哟，最后六十秒都会发光的哦，噔噔噔噔。走起来！哎，我按到了哦。
拍手。走起，哎，走起呢，重新分一下。